冯国强，你真够可以的，你可真行啊你！啊，喂，啊，大勇啊，他回来了，还带了一个女的，倒没什么，啊，没有，嗯，嗯。那些是合同的副本，还有王磊铁收买我的录音，如果你需要，我随时可以为你出庭作证。你真的不怕受牵连？为了你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哎呀，这何必呢？因为我喜欢你。啊？都这会儿了，就别开玩笑了。说这个，虽然公司好多女孩都喜欢您，但是她们更多的是尊敬和仰慕。我更多的是心疼您。不管从哪方面来看，您都是孙媛媛和王刘铁的恩人，但是他们太不知道珍惜了，太贪了。您就是太好了，太相信他们了。可您总是说您有责任，但是我觉得不是，我是真的太心疼您了。国强，你真够可以的，你可真行啊你！我们都急得快报警了，你还有心情搞这个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瞎想什么？你喊什么喊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喊？啊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？这家里一天多少事儿啊？这小张一天忙得四脚朝天的，你可得好，一会儿出去一会儿回来，你跟人说一声啊，这还以为你失踪了呢。要不叫可怜你，我真用不着你们可怜我。干什么呀？不就给我找这么个地儿住吗？行，我谢谢你们两位啊，我现在就走。走，没人拦着你。小张姐，你别生气，我马上就走。冯总，你也冷静，我先去找陈律师，然后给你打电话。车钥匙，你拿着吧，办事方便一些。佳佳这两天辛苦你了，赶紧上去休息吧。但是你应该多注意身体。真的谢谢你。我不用你谢我，你明白我心里是怎么想的。最近公司里乱七八糟，家里边也是千疮百孔。我对不起你们。你还惦记着他？谁呀？孙媛媛。他比我小，又付出了那么多，又流了产，我真的很自责。开车慢点，我先回家了。
谢我，你明白我心里是怎么想的。我喜欢你，您就是太好，太相信他们了。您总是说您有责任，但是我觉得不是，我真是太心疼您了。